给我的盐分开别散。这点你家己嘛哩了解，李贤呐、啊，你先受过刁难，你错在先。你唔知影你今仔日暗算发生这件代志，因为咱讲要得失君子，唔得失小人。你袂记得你为着要救车母，得失亡国女神。伊曾经有向你提出，伊要来一个小人部，伊利用这个机会，你魂离体，伊就将你血体毁害。李玄，你无血体归心，你是要如何会当在世上生存？我小心，如果你能来救我，你一定能救我。可以啊，只要有人的血体给你投身啊。血体在哪里？在此关内。就是伊。呸！啊！你敢说我？见拜客，我不爱你不爱。人讲知进退为英雄，现在世边拢总无半人同我哩话平啊！只有家这乞食尔尔，你得利用伊的这肉体还阁烧烧，你赶紧倒落去，要若无你就来不及。我不爱，你不爱，再看就看。哎呦！人讲救车不爱。天所注定啊，李玄。